万一生出来是公的哟，他差不多在一年半左右就会把它给卖出，就会卖出。变水牛肉吗？吃掉。对，吃掉。是留女生哦。对，公的会有时候会留了一年半左右，四年连，三年以后就它的性格会大变。大变。好，没有开玩笑，我知道。他的性格就会有暴力倾向。对，发情大的公的。对。那你要多看一点国家地理频道，就可以看得到他怎么交配的。大象就能交配的鸟还算什么？不是，我是说没有大，没有大公的，没有大公的。没有大的鸟要，我们会买。按买也是都会在一年半至两年左右，好，因为他年轻，那个一年多就可以配了。每个地方都有，不同的地方都有。这都水牛，这都水牛。看，动作慢一点，动作慢一点。大姐，他有生，来，各位伙伴看一下，大姐站在这个上面，这个好像有一点状况吧？她站在这个土堤上，是不是一个土堤？嗯。大家看这个土堤要干什么的？土堤是要做什么作用？有没有伙伴知道？突然觉得怎么是？我站在这里，焦点不是在你啦，是在那个下你脚下的土堤。哦，还好。占用的，有点概念哦，但是这里可能是啊，就跑不上来了，不用跑不上来。好，炮阵地是不是？不是炮阵地。再看，边界，纪念碑是不是算人线？纪念碑。好，我来公布答案，跟刚才那只牛妈妈有关联。它是牛大便。哦，怕牛。对，还是怕牛走出去。来，各位伙伴。学校是全奶。你们现在是在新北市哦。我现在在宜兰县。哦，圣界。哦，圣界。我现在人在宜兰县跟新北市的讲话。横跨劈腿状态。那当然了，这是我们的萧家庄的所做的土堤，它是第一点是要做这个围扭的动作。因为一大湖叫水，它以放养是用放养的，算大面积的去圈养它了。所以他必须要做土地，那当然这个年没有以前比较高，有个路段，这个过去有些路段会比较高，因为风吹日晒哈，年久失修哈，因为牛越来越少，也没有去维护它，所以就越来越矮。有的部分是在下，这个哈，这个移动是坎悬崖。这个牛蛮聪明的，它不会去跳雪奶了。那现在就是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刚才下面那边有没有？下面这一条有没有？它还是有一些石柱会有围着，也是还围着。因为它现在就变成习惯了，现在变成习惯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往这边移动。什么问题没听到？稍微围一下，来，稍微靠近一下。什么问题没听到呢？大家没关系，我们慢讲。大家的目光，大家的目光来注视的这个坡面，这个坡面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这个坡面？种茶。哦，
可是我们这里种茶是有一点风太大，哎，对，风太大。我们这里哈、哦、六块吧，它还是有那个痕迹在。它以前有种过，以前是梯田、哦哎，不是，这里是没有水，它没有办法种梯田。我们这个山吼，那无水的，哎、欸，对，就是没有水，旱地都是种地瓜，有水的地方都是种水田，所以这一片秃秃的草原，以前最早都是种地瓜。我的祖先刚来的时候，你要开地种水田，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开一区的田要开多久？他是没有马，今年开田，哎、欸，我讲台语大家都听得懂吗？嗯 ，OK。咱开始开田的时阵，伊第二年开田，伊不一定有法度种。啊，变成讲，伊拄来的时阵要先填饱肚子，就是要什么作物最快，就是地瓜。所以一来，满山遍野都是种地瓜。有的地瓜种完，哎、欸，觉得这个土地是可以开垦为水田，再下去开水田。所以你来的时候，因为它这个都维持这样子，就是伊就是固定草在吃，有在吃草。哦，啊，伊怎啊？哦，咱要目前所看到安尼，哎、欸，它还有保留，有没有？一坎。我讲啊，迄叫旱枝林啊，就跟那个地瓜有没有？没，几零几零安尼哇，它还是保有那个存在。啊，这里我住囡仔的时阵吼，这里草皮足大片。我小的时候，老师都会带我来这边远足了。我那个记忆很犹新，那个阳光普照哦，不用读书来这边最好了，真的。那时候的草皮哈、哦，包括整个都很广很广，树木哈、哦，因为这个年久哈、哦，它还是没有以故来无路来如旧，不然以前我们会整理呀、啊，还是都会整理啊，就是牛少了。慢慢慢慢，树就会慢慢慢慢长过来。我们到牛的那一边再看一下整个我们整个的地景，整个的地景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往前移一下。这边的地不是我家的，我姓张，对对对对。